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45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7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15日上午9时至9时30分，10时1分至12时5分，下午20时30分至4时29分，3月19日上午9时7分至10时35分，下午5时25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民中等106年，请教委员洪委员、慈庸等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等8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7会期第4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2案至27案、第29案至40案、第44案至164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28案决定进覆二读，以行政院函请审议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并案协商。第43案决定进覆二读，并以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165至169、第172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70案、第171案经决定展延审查期限。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6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19件，对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执行。决定一，将各委员发言记录及书面执行函送行政院，请就未答复部分予以书面答复。二，已提出之书面执行尚未登记公报者，一律补刊。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6案均决议修正通过，其他事项：一、时代力量提议变更议程11案，均不已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2案，均已通过；二、时代力量提延长开会时间，未及处理。宣读完毕。委员会针对第7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后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7会期第5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2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19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51条、第310条及第3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由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20人拟具《考试院组织法》增订第5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由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20人拟具《蒙藏族身份证明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20人拟具《老人福利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19人拟具《新经济移民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经济内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8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增订第66条之一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9人拟具《银行法》第2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及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蔡依瑜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及第185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议决定，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七人拟具《国籍法》第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赵振宇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至三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陈庆敏等十七人拟具《医疗法》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二十人拟具《特种勤务条例》第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189条及第185条至三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的24人拟具《家庭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的24人拟具《文化基本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邱嘉宾的18人拟具《农产品市场交易法》第六条。及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二审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27人拟具《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拟请会交经济、财政、内政三委员会审查。全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陈怡明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通过。第二审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7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自权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文会议拟请会交司法执行法制。报告事项第22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22案，啊，现在是在念22案。好，那好，那反对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请分发表决卡，并按铃7分钟。22案，第22案。嘿，你们要退回吗？他要进入二组。
好，那么针对第二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禁户二读，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28人，反对6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无委员秉睿声明。无委员秉睿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针对第22案。民进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开始，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7人，赞成62人，反对2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好，会委员洪泰、审委员智慧，还有谁？这程序不会有问题啊。这个下一次程序委员会一样可以再排案，这程序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是没有错，好，好，那刚才会委员洪泰、省委员智慧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请宣读第23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17人领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自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针对第23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禁户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好。
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第23案进入二读，现在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27人，反对6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那么，针对第23案，民进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61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宣读第24案。本院委员蒋万安等16人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53条及第5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2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无异议，做以下决定：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李委员昆泽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请宣读第2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教师法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年检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建议经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26案，民进党党团提议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议，做以下决定：进入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
第27案，新政院函为中央选举委员会未办理第9届立法委员新北市第三选举区、台南市第二选举区、彰化县第一选举区及金门县选举区缺额补选，动之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月备金7329万2000元之应，资减送第二月备金动之数额机关别表。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财政内转梁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8案，新政院函为教育部体育署为颁发2018年贾加达亚洲运动会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及印尼亚洲帕拉运动会等绩优运动选手及有功教练奖励金经费不符，动之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月备金32390万元之应，资减送第二月备金动之数额机关别表。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财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9案，行政院函为海洋委员会函巡署及所属107年度人事费不符，动之该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月备金31227万9000元之应，资减送第二月备金动之数额机关别表。陈训文会见，李景云会交财政内转梁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0案，行政院函为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为准抵开发国有非公用土地需要，架构台北市大安区金华端小段3号地号私有机林地，经费不符，动之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3588万4000元之应，资减送第二备金动之数额机关别表。陈训文会见，你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1案，行政院函为修正毒品之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0案，行政院函为修正管制药品分级及品项部分分级及品项，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3案，行政院函为中华民国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35条，定自108年1月18日施行，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交通内转梁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3案，行政院函为中华民国108年1月9日制定公布之文化内容刺激院设置条例，定自108年2月12日施行，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5案，行政院函为中华民国107年6月20日修正公布之水利法部分条文，定自108年2月1日施行，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6案，行政院函送民国107年灾害防救白皮书，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7案，行政院函为修正国营事业工作考审办法第7条、第8条及第11条条文，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8案，外交部函送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与印度台北协会双边投资协定，英文、中文及印度文约本一本，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9案，卫生福利部函送108年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住院应自行负担费用之最高金额，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淘汰二型纯机车及新购电动二轮车补助办法部分条文，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1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能源用户应申报使用能源这种类数量、项目、效率、申报期限及方式，陈训文会见，您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2案，内政部函送全国建筑物耐震安检及辅导重建补强计划108至110年之选择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及裁员筹措与资金运用说明，陈训文会见，你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3案，大陆委员会函送两岸协议协商进度报告，陈训文会见，你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4案，行政院函送本院第9届第一会及第20次会议制定资恐防治法之附带决议之办理情形说明，陈训文会见，你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
管委员毕林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黄委员昭顺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院会第四十五案至第429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76至83、187、188、233、253、334、355、359、360、373、376、379、380、382、384、385、387、389、392至394、397至41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47、61、62、69、79、86、125、126、294、274、378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184、205、214、255、285、285、385、390、397、367、386、386、387、386、386、385、386、386、386、387、386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宣读后，以上提案除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外，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无异。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40案至第429案为调动委员会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2008年两岸春节交班机办理情形报告，简送委托研究案计划依实际需求，并检视以前年度办理全校审慎规划报告，简送积极掌握国人在路涉嫌犯罪或经他国押送之路情形报告，简送与地方政府建议在两岸事务建立制度化、机制化协调报告，简送海基会业务内容及提升为民服务成效书面报告，简送积极协调解决及满足中国大陆配偶在台生活需求报告，简送提升网络文宣成效及改善现行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能力书面报告，简送遵节原则编列港澳蒙藏业务预算相关报告，简送确实依业务需求编列临时原筹金预算报告，简送谨慎办理急难救助借款业务，积极合力进行追偿报告，简送严议放宽落客财力证明等规定报告，简送放宽陆客财力证明、旅行社乘坐资格及保证金等规定报告，简送国人附录担任社区主任助理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报告，简送改善现行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能力书面报告，简送评估延长中国大陆配偶父母在台停居留期间与相关配套报告，简送海峡两岸农产品检验合作协议通报设立之策进方案及非洲猪瘟防疫协助情形处理书面报告，行政院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行政院2021铁路事故后续调查及普悠玛列车安全体检书面报告，立法院秘书长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本院单位预算所提决议事项书面报告，简送欧美日等国之国会图书馆设置政策措施及我国国会图书馆之相关改善方案书面报告，简送本院预算决议审议书面报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权益事务各部会派遣人力检讨书面报告，其分析检讨派遣归零行动计划书面报告，52/18书面报告，使公务员公务于时间兼差之立法计划说明，六针对司法毒品防治、食安、劳检、长照等业务区分，为了人力需求书面报告，简送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决议与国家文官学院相互分工合作书面报告，简送决议14约聘用人员法制化规划书面报告，简送公务人力发展学院决议2公务人员人权教育规划书面报告，简送决议9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
预算决议，减重中油公司配合政府能源政策规划办理天然气储运基础设备增扩建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推展低碳再生能源发电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减省火力发电占比具体实成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核厂二号机爆炸事件具体噪音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再生能源发展具体检讨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现行电力调度专案报告，减重台电公司台中发电厂空污改善规划专案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农业发展基金承销调节紧急处理计划执行情形部将预算总结书面报告。国立故宫博物院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新增决议额动前实证设备20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文化部函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预算总结书面报告。国史馆函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预算总计五分之一专案报告。交通部函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公路总结决议二冻结省道桥梁改建工程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铁道局决议一冻结嘉义县民雄乡水上乡铁路高架化综合规划作业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该部决议五冻结都市推动捷运预算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减送第一目及第二目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道路委员会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冻结综合规划义务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冻结文化教育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经济业务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捐助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除捐助该会资本门预算外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冻结港澳蒙藏业务预算1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冻结联络业务预算十分之一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中央选举委员会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预算冻结十分之一选务工作检讨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选务工作检讨及改进作为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选举业务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内政部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建筑研究所建筑研究业务经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警政署保安警察业务经费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社会行政业务经费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民政业务经费冻结20%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议政署议政业务经费冻结5%书面报告，减送该部综合规划业务专案报告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减送空中勤务总队空中勤务业务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行政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警政署警政业务经费冻结10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移民署一般行政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营建署国家重要湿地富裕经费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土地开发经费冻结20%书面报告，减送国土测绘中心土地测量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消防署消防救灾业务向下经费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营建署下水道管理业务经费冻结1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该部内政资讯业务向下经费冻结10%书面报告，减送移民署入出国籍移民管理业务经费冻结10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该部地震业务经费冻结6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营建署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经费冻结20%及阳明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公园规划业务经费冻结20%书面报告，一般行政向下经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营建业务向下经费冻结2000万元专案报请安排报告。总统府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第一目一般行政及第四目第一节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预算冻结书面报告。立法院秘书长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本院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本院单位预算决议九冻结第八目第四节其他设备100万元书面报告，六冻结第六目不公报业务向下50万元书面报告。法务部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调查局改善逃犯线上查询系统专案报告。外交部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一般行政预算冻结1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领事事务局一般行政向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冻
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加强礼物工作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一般行政项下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行政项下天母使馆专用区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其他业务租金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领事事务局领事事务管理项下印刷及制作护照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委办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短期进修专业训练及国际交流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目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档案处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房屋建筑养护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行政项下档案处理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通讯费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设备及投资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事务管理预算冻结10万元书面报告，一般行政项下劳务承揽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领事事务局领事事务管理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印刷及制作护照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领事事务管理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密国防部海卫108年度中央战果总预算选一，减送陆军司令部列准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空军司令部飞机3号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报告减送军备局办理107至110年度国防科技研究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资通电军指挥部联红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信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永环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军备局云城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资通电军指挥部讯通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空军司令部环准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军备局捷运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奇乐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天使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电讯发展室林园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军备局基准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电讯发展室展英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浩瀚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参谋本部翠梧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军事情报局李基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军备局展新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国防专技司专案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国防专技司专案等十二预算冻结书面报告，行政院环境本户署海卫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毒及化学物质局冻结毒物局化学物质评估与管理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化学物质登录审查24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化学物质查核及资讯2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综合计划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化学物质登录审查4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化学物质查核及咨询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冻结100万元行政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署冻结派员出国计划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一目科技发展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水泥环境污染感测建设调查与物联网应用研究开发计划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环境科学及技术之研究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一般行政12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废旧管理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署决议22冻结废弃物管理600万元书面报告，新增决议5冻结废弃物管理6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资源环境资源循环再利用5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废弃物管理2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环境卫生管理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督导地方政府加强办理海滩环境清洁维护、推动公厕清洁维护等环境清洁改善工作业务费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饮用水管理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管制考核及纠纷处理135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环境监测资讯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持续办理网络设备操作维护及资讯安全监控防护委外服务100万元，冻结区域环境管理预算20分之一书面报告，
冻结厨余能资源化，学校提升研习及评鉴计划6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综合计划9006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环境响民国生用费预算3%书面报告，冻结第三目向下综合计划合并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三目向下至国外旅费1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推动东南亚国家环保合作与交流计划1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水体环境水质改善洁净管理计划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5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预算5%书面报告，冻结垃圾全分类零废弃及废弃物紧急应变计划5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多元化垃圾处理计划预算1/20书面报告，冻结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5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甘薯新增权益是冻结水质保护450元书面报告，冻结湖泊水库及河川污染防治500元书面报告，冻结事业废水行政管制及经济诱因管理150元书面报告，冻结工业区下水道及生活污水管制7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营造优质环境卫生150元书面报告，冻结补助地方政府办理改善老旧公厕修缮新建及精简人维护人力与管理奖补助费150元书面报告，权益16冻结水质保护450元书面报告，冻结湖泊水库及河川污染防治150元书面报告，卫生福利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权益，且从针对慢性病防治研议各基金管理相关对策之专案报告。减送食品药物管理署预算冻结第一目科技业务1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三目食品药物管理业务10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疾病管制署预算冻结第一目科技业务84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中央健康保险署预算冻结第一目科技业务500万元书面报告，权益四预算冻结第三目健保业务300万元书面报告，七预算冻结第三目健保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五预算冻结第三目健保业务300万元书面报告三份，六冻结第三目健保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疾病管制署预算冻结第三目防疫业务53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国民健康署预算冻结第一目科技业务200万元相关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十目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十一目中药业务200万元书面报告，第十一目中药业务1/10书面报告，冻结第十二目综合规划业务2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十三目国际卫生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七目至第十八目医疗保健支出2亿元书面报告，减送国家中医药研究所预算冻结第三目研究及实验10/10书面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八期医疗网计划3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一目公费水每月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二目科技业务2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三目社会保险业务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四目社会救助业务2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五目社工与社区发展业务2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五目社工与社区发展业务5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六目保护服务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决议16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1000万元专案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七目一般行政150元专案报告，减送该部决议17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100万元专案报告，18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300万元书面报告，19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20预算冻结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十目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5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十目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20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十一目中药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第四目社会救助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社会及家庭署预算冻结第四目社会服务业务62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国民健康署预算冻结第三目国民健康业务300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第八目医院业务500万元专案报告，交通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新增权益实务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顿及行政安全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30加强道路交通秩序整顿及行政安全预算冻结10/10书面报告，11离岛及偏远地区航运之营运与发展预算冻结10/10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运输研究所新增权益海空运输系统营运效能与技术提升科技研发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5海空运输系统营运效能与技术提升科技研发计划预算冻结五分
分之一书面报告；二、资讯软硬体设备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决议三、监理业务通讯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四、监理业务通讯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五与监理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运输研究所决议一、南无城南运输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交通旅运资讯多元整合服务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八、临安风电海啸工程技术研发计划预算冻结10分之43书面报告；六、绿色运输系统策略研究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决议二、汽车燃料使用费预算冻结1/10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六、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五、数位创新经济基础网络环境建构资源平台计划预算全数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运输研究所决议七、临安风电海啸工程技术研发计划预算冻结10/3书面报告；捷运该部新增决议四、资讯服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一、关键基础建设资安资讯分享与分析中心建制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观光局新增决议十一、观光业务旅馆及民宿之管理与辅导业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十二、旅馆及民宿之管理与辅导双业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二十二、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捷运运输研究所决议九、中长程公共建设发展作业评估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决议一、汽车燃料使用费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七、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十九、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铁道局新增决议二、铁道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新增决议一、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二、派员出国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三、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十九、交通输入系统规划作业计划委办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一般行政扣除人事费及法定支出外冻结10%报告资料；八、路线管理预算冻结报告资料；九、路线管理预算冻结报告资料；二十三、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计划预算冻结专案报告；捷运观光局新增决议四、观光业务预算冻结专案报告；八、观光国际事务预算冻结报告资料；捷运公路总局新增决议三、公路及监理业务管理、公路监理业务预算冻结专案报告；捷运铁道局新增决议九、一般行政特别费全数冻结报告资料；捷运观光局新增决议十八、国家风景区内进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资商同意权及共管机制专案报告；捷运该部决议二十、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一、配员出国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三、配员出国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十五、委托办理公路路线桥梁安全研究及督导工作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捷运该部新增决议十四、汽车燃料使用费精准管理之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四、交通科技研究及应用推动计划预算全数冻结书面报告；二十三、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之奖补助费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观光局决议十二、旅馆及民宿之管理与辅导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四、观光业务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十七、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开放与管理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决议二十四、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公路系统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观光局决议二十、国家风景区建设计划预算冻结1/5书面报告；捷运公路总局决议二十五、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之省道改善计划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一、公路及监理业务管理合计冻结5亿元书面报告；捷运该部新增决议十三、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十七、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106至109年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八、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二十二、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之业务费委办费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该部新增决议七、路线业务规划及督导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该部决议二十一、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十六、对直辖市政府之补助预算冻结10分之一书面报告；捷运观光局新增决议十、观光资源保育开发中业务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捷运公
公路总局决议22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公路系统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20公路新建及养护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取19公路系统新建及改善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12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且从铁道局新增决议5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预算冻结报告。决议5资讯管理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6资讯管理设备及投资资讯软体设备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且从运输研究所决议4运输科技应用研究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3运输科技应用研究业务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且从公路总局决议11公路公共运输动员推升计划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新增决议13省道改善计划108至113年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且从该部新增决议24台湾铁路管理局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计划104至111年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决议34铁路行车安全改善6年计划预算冻结五分之一书面报告，协助员公共工程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且从决议3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收费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水土保持局农路预算编列与分配专案报告，接送社会保险业务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渔业署渔业用油补贴预算冻结5%专案报告，接送林务局林业发展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接送农业管理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农粮署农粮管理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林务局衍生动物危害农林作物补助计划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土产卫生检查业务预算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接送防疫局加强防检疫人力等防疫政策专案报告，接送农业发展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渔业署养殖业管理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接送老年农民福利津贴计划执行加强攻击专案报告，接送一般行政预算冻结5%专案报告，接送农粮署补助办理台中市翡翠地区域农业加持推动计划改善专业案报告，接送渔业署渔业发展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接送落实厨余喂猪高温蒸煮方案与实成专案报告，接送农业保险推动办理进行专案报告，接送检讨稻作直接给付政策缺失专案报告，经济部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一般行政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水利署水资源科技发展预算冻结15%专案报告，接送国际贸易局新建国家会展中心桃园台中台南计划专案报告，接送该部技术署科技专案除业学界科技专案计划预算冻结15%外，其余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国际贸易局提升我国及各城市国际会议场次排名专案报告，接送能源局能源科技计划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接送促进投资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接送标准企业局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接送该部投资权益委员会投资权益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该部中小企业数检讨资本业务比例专案报告，接送工业局闲置土地改善专案报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一般行政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辐射侦测中心一般行政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放射性物料管理冻结500万元专案报告，接送核能研究所核能科技研发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推广能源应用技术能源推广能源技术应用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接送原子能管理发展业务冻结1200万元专案报告，接送核能研究所计划管理与设施维护预算冻结十分之一书面报告，教育部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接送引导学校发展独立特色及教学创新冻结50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接送决议13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冻结8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14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冻结8亿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12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冻结8亿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接送推动及改进大学招生制度冻结8亿元书面报告，接送推动产学合作人才培育与技术研发冻结2000万元专案报告，接送国民级学前教育署国民级学前教育冻结5亿3000万元专案报告，接送推展一般教育及编译文教书刊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
减送全务与辅导冻结三百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国家教育研究院业务型活动冻结一百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青年发展署青年发展工作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体育署学校体育教育冻结一千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引导学校多元发展及提升教学品质冻结五千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学术声音著作审查与设置国家讲座及学术奖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师资培育艺术教育行政及督导冻结二千五百万元专案报告。减送强化人才培育及产学合作机制冻结二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各项教育推展冻结一千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体育署体育行政业务冻结二百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国家体育建设冻结三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人事行政与管理与财务辅导冻结五千万元专案报告。中央研究院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一般行政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学术研究及审查奖助学术审议及研究奖助冻结一千万元专案报告，主题研究与人才培育冻结一千万元专案报告，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科学研究基金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支临时人员酬金冻结五百万元书面报告。文化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设立台语频道业务冻结八千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文化资产局文物古物遗址及水下资产活化发展计划冻结一千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减送艺术发展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权益九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权益十三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冻结传统艺术中心业务一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权益预算冻结书面报告。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冻结推动文化内容策进院筹备相关业务五百万元书面报告。冻结推动国家语言发展相关事宜五百万元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权益十二国家文化博物馆计划预算冻结百分之十书面报告。三、冻结文化创意产业推动与辅导百分之十书面报告。减送产业集聚效应推展预算冻结百分之十书面报告。减送该部权益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业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文化资产局办理大陆新疆地区民俗文化空间及传统知识与实践检讨计划大陆旅费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减送冻结文化资源业务百万元书面报告。冻结管务业务活动三百五十万元书面报告。减送文化资产局决议二预算冻结书面报告。国防部函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该部国防政策规划与督导向下对国内团体之捐助预算冻结二千万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海军司令部 ANSLQ 三二电站系统提升案预算冻结一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陆军司令部陆航基地塔台通信换装动预算冻结五千万元案，请列入议程。战甲炮车阵地通话系统缺装补充案预算冻结一亿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空军司令部 F-16AB 型战机性能提升预算冻结五亿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海军司令部高雄能舰艇后续量产案第一批预算冻结三亿元案，请列入议程。金龙级前舰战斗系统提升预算冻结二亿元案，请列入议程。新一代飞弹巡航舰第二阶段原型舰重建预算冻结一亿六千万元案，请列入议程。重获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第二阶段预算冻结二亿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陆军司令部军事单位装备零附件购置及保修之军事装备及设施冻结预算冻结一亿元案，请列入议程。有关台军司令部雄风二型 BLK 二飞弹重购预算冻结一亿元案，请列入议程。前进国造第一阶段合约设计预算冻结一亿五千万元，请列入议程。军事行政向下督察作业预算冻结三百余万，请列入议程。内政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营建署道路建设及养护经费冻结一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卫生福利部还为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护理及健康账户业务预算冻结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告会第430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
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四百三十案至第四百三十七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审查相关人民团体群验案，经审查结果均不成为议案。质询事项蒋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黄委员、赵顺等所听质询之书面答复共十六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中委员嘉宾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十六件，宣读完毕。委员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现有柯委员、建民等依议事规则第四十二条，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二十二案及第二十三案，院会首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随即处理，请公决案。请问院会针对本件复议案有异？好，无异，我们就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二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的实际人力据《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宣王会议间，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七人领据《公立学校教学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陈宣王会议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九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六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如下：一、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命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及第八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明宗等十六人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第三十五条及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李鸿钧等十七人，委员郭声亮等十七人，委员张振宇等十六人，委员陈曼丽等十九。委员黄伟哲等十七人，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分别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邱志伟等二十人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及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之一及第三十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清等十八人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及第三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卢秀燕等三十四人领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等十九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肖美琴等十九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六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吴建阳等十六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宣读完毕。发言会有关各界关心的酒驾法案，也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正法案，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都有提案，相同变更议程，将其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无异议让它通过，把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正法案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报院会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之其他提议，时代力量党团表示均予撤回，我们就不予处理。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六案，报院会。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一案之酒驾法案已经通过，列入讨论事项第一案，所以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六次会议建议变更议程，将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第九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针对
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28人，反对6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变更议程，国民党党团提议第三案撤回，所以不予处理。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六次会议建请将以委员柯震等实际人员据公务人员退休自遣抚恤法第四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代化等16人连据公务人员退休自遣抚恤法第四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张亮万健等16人连据公务人员退休自遣抚恤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作出进一步阅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现在中午没有所谓的延长时间了，所以下午一定是下午啊，所以这个不啊，这下午就协商了，下午就协商，2点半就协商了啊，所以啊，这个要下午才处理，这个要下礼拜二现在休息了。所以这个我是说的，他就说你们啊，他都说双方有这样说，拜一年，后来我们拜一年半年多，然后他们拜一年就行了，拜一年就做了，反正，你跟他们说，你说是双嘛，我现在进步，先协商吧，他们协商就散了，就是讲他们反正。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29人，反对63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六次会议建请将以委员黄昭顺等16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自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江乃馨等18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自遣抚恤条例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柯震等17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自遣抚恤条例第4条、第34条及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相关议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
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黄委员国昌、徐委员永明声明，对国民党变更议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92人，赞成29人，反对62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罗委员明才对刚才之表决表示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全早上。啊，对，刚才没关系，就刚才嘛。好。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6次会议，建请将一委员林义华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委员林立产等23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马文君等17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与相关议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啊，没有异。没有异，我们就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6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增列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案情审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第67条及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曾铭宗等1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李鸿钧等17人，委员郭正亮等17人，委员赵宪宇等16人，委员陈曼丽等19人，委员黄伟哲等17人。委员赖月龙等17人分别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邱志伟等20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35条之一及第35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兴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及第3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卢秀燕等34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邱美琴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邱美琴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为第1案，立案顺序如下表，请详附件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没有异？是有异还是没有异？有异，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62人，反对29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发言会，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将酒驾法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院会已经通过列为第一案，所以本案就不再处理。发言会变更议程提议均已处理完毕，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已将各界关心的酒驾法案，也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正法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民进党党团提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现在依本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规定，请各党团负责人于下午20:30至议场3楼，针对讨论事项第一案进行党团协商。啊，哈？什么？协商的时候就会处理。协商我们有共识就依共识处理，没有共识就下来院内处理。这个就看我们协商的进度啦。如果今天能够通过，我们下礼拜二还有一个院会可以处理。好，所以我们下午2:30请各党团能够派代表啊，2点，请大家准时啊。大家这么关心，那就不要迟到啊。发言会上午的会议进行到此为止，现在休息。